我觉得啦啦队员真的没有开黑那些的配合，真的蛮不凸显他的强度诶，说真的。你们是老粉的，也都知道啊。真的救人会很容易被喷，玩救人会被人家说是躺分。除非你是玩什么前锋那一种，以前的时候啊，对啊，你干嘛呢？当律师跑呢？我就问你，为什么要让律师跑？这样抓我一个满血的人，你没差眼就 GG 了，你知道吗？好喜欢蓄力哦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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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太缓了。OK 我就问，我看起来比较香吗？一个已经被打残的律师，你不追？那我要带去工厂。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！他应该是可以切传送的，因为插眼一排居多。啊，他真的没带一刀，我刚才以为我看错了。你需要帮助？就吃一刀跑过来了，来来来，哔哔哔哔哔哔哔，每一刀的难受。切切切切切切。